对，你要是他可以上那个给他Hello， 大家好啊！熟悉我嘅人咧都知道我其实是一个歌手，我是 LPO 小雨啊。其实今日咧都好复杂啊，心情，因为今日今次咧，因为我哋嘅标题是以曾经的我们啊，咁啊邀请咗一班前辈殿堂级嘅歌手，有唐哥啦，山姐啦，仲有 Jo Junior 啦。其实我自己好紧张嘅，因为其实自己会成日去听佢哋啲歌，但系真系去。頒獎去俾佢哋，其實我自己都擔心嘅，但係佢哋好好啊，因為佢哋知道我哋 VIP 音樂榜咧，其實是一個即係可能為後輩啦，或者為一啲新人去付出嘅一個音樂榜，咁佢哋都一句哇好，我嚟支持，咁變咗呢一樣嘢係非常之令我感動嘅，係啊，其實我自己啦，由第二年開始啦，因為其實啲。每一位嘅歌手咧，都真係好好好，即係會多謝我哋 VIP 音樂榜，多謝小雨。但係其實我真心，如果我要多謝，其實我一個人係講唔曬嘅。我係要多謝全部支持 VIP 音樂榜嘅歌手啦，因為如果冇佢哋，其實我哋呢個 VIP 音樂榜係冇咁成功啦。多謝媒體朋友啦，仲要多謝一班團我哋自己團隊啦。其實因為其實我哋開始做呢個榜，其實到而家都係嘅，其實零收入嘅，好慘嘅。但係咧，我哋堅持去做呢樣嘢，係因為每次同啲歌手或者新人咧傾偈，佢哋都會有一種令我非常之又唔可以話心酸，但係一種非常之感動啊！佢哋為夢想而追求，其實我真心係覺得真係要多謝歌手們咯。好，我哋會繼續努力嘅，多謝各位 ，thank you。